不信任，你有什么不信任的？疑言不用，用言不疑，叭叭什么？哪那么多话？闭嘴吧！看主播不喷，喷不看主播，明白不？啥也不懂，叭叭叭的，一天天。你举报他干什么？本来玩的也是爽。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这眼儿差的，全军出击。今天这事儿过不去了，那肯定过不去了。那逮着一个这么有意思的人，还不多说一说？那必须得多说一说，那肯定是过不去了。First blood. 拥抱死亡。奔腾吧！你要是一敌不杀我，你可就没有机会杀我。我说了吧，你要是一击不杀我，你可就没机会了，你也就只能一击能有点用。怎么的？无敌了？这个怎么跟上把一样呢？完了又三个头了，但比那把的能好一点，那把上来只有6个头，6分钟超神了，6分钟8个头。你们慢点死，那天使啊杀的比较慢。别死那么快。
死的有点太快了。一会儿直接炸死他。天使有闪没？我忘了。哎，天使有闪没？兄弟们，记着不？有没有闪也无所谓了。减速他呀，呀，完了，哎呦我操，还好还好还好，杀了就行，杀了就行，我怕他要是跑的话我就打不死他了，哎呀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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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好的不得了，这给我了吧，2250马上够了，真有钱呢，面对死亡，上路收割兵，
我操！差个大呀！我大他好了，哎，我寻思我能 A 死他呢。没事，下边再来吧。他妈有点要扛不住了。给我们家人一顿杀呀。开宗吧，我没有两件套，不是那么很强。等我两件套了就好了。看住他，给我看住他，给我看住他，给我看住他！还多了100块钱。
一个都打不死啊。真吓人。这是碰着四个什么玩意儿了？我操！你还点他？你们四个没有一个像人的，你们就没有手，明白没？这四个人。